谢娜产子后首次亮相，没想到她产后后遗症居然这么严重，如今整个人居然变成这样，脸部严重僵硬，惨不忍睹，但欧欧却暴涨了。谢娜自从几年年初在上海生下孩子之后，就一直在家休养坐月子，一直没有出现在公共场合。而前不久张杰参加节目也透露谢娜的身体已经恢复了，现在只是做一些运动而已，不久就能和大家见面了。可是没想到这么快谢娜就突然参加品牌活动了，但是网友们看后却不淡定了。照片中的谢娜身穿紧身连衣裙，能看出谢娜生完孩子之后的确身材不如以前了，能看出腰粗了不少，但是整个人看上去也是更加的有魅力了，果然是生过孩子的女人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。不过网友们看到谢娜的脸却纷纷觉得奇怪，不知道是因为妆容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刚生完孩子没有恢复好，整个脸看上去很僵硬不自然。难道谢娜在生完孩子还顺便去美容院了一趟？其实都知道在很多女人生完孩子之后，皮肤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松弛，所以谢娜的皮肤可能没有以前的紧致了，估计还正在恢复期，相信过不了多久谢娜就又恢复原样了。以上新闻是由新闻趣事报道看为你提供。谢娜自从几年年初在上海生下孩子之后，就一直在家休养坐月子，一直没有出现在公共场合。前不久张杰参加节目也透露谢娜的身体已经恢复了，现在只是做一些运动而已，不久就能和大家见面了。可是没想到这么快谢娜就突然参加品牌活动了，但是网友们看后却不淡定了。照片中的谢娜身穿紧身连衣裙，能看出谢娜生完孩子之后的确身材不如以前了，能看出腰粗了不少，但是整个人看上去也是更加的有魅力了，果然是生过孩子的女人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。不过网友们看到谢娜的脸却纷纷觉得奇怪，不知道是因为妆容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刚生完孩子没有恢复好，整个脸看上去很僵硬不自然。难道谢娜在生完孩子还顺便去美容院了一趟？其实都知道在很多女人生完孩子之后，皮肤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松弛，所以谢娜的皮肤可能没有以前的紧致了，估计还正在恢复期，相信过不了多久谢娜就又恢复原样了。以上新闻是由新闻趣事报道看为你提供。